你说我现在给小娜发消息的话，她会不会回我？回当然会回的呀，但是不会秒回啊。你想想看嘛，你们才加上微信多久呀？而且女孩子一般都很矜持的。是吗？不信你试试看。好。发了吗？发了。没回吧？我就跟你说嘛，对女孩子这方面呢，我还是有点研究的。林春。啊？她回我消息了。可能她比较有礼貌吧。小娜，我晚上可以去请你看电影吗？你那么着急干嘛？你那么直接会吓到人家的，你什么都不懂。不会吧？不会，你就等着瞧吧，真的是。他把语音过来了啊，怎么办？听啊，还能怎么办？哎，被拒绝没关系。好呀。我先出去了。哎，帮我拿个快递。哎，我自己拿吧。这家伙真的是重色轻友啊，招呼都不打就走。哎，我去。哎，我快递呢？啊？完了，砸到人了。喂，那没来了，怎么办？他们来了，有办法。哎，小慧，你怎么回的？帮我一个忙，反正你不要讲话就行了，把电话放下来。我不要，我心情不太好。高兴你用快递砸我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帅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这个快递就送给你了，我们着急回家呢。想走啊？啊？没门。1000块钱医药费，一千块钱是有的，但是我想把钱留给我妹妹买生日礼物呢，对吧，妹妹啊？这，你妹妹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好吧，那看在你妹妹的面子上，原谅你吧。哦，好，我们走吧。谢谢。等等。啊？完了，是不是被发现了？生日快乐。Later。对了。你不是约小娜看电影吗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别提了，还没聊两句他就走了。哎，别灰心，我跟佳琪都那么久了，还不是没进展。慢慢来吧啊。好吧。嗯。不过他走之前给我套了个这个。这我不知道有什么。老板，怎么进？你有命你啊！不知道进门要先敲门吗？我刚刚敲了，可能你没听到吧。那就大点声，出去重新敲。好。老板，您的文件。你是没吃饭吗？再大点声。老板，以后没有什么不想做的事，就让谁来帮我们做吧。那他们不做怎么办？不会，我们可是前辈，就算有意见，他们也不会说出来啊。对呀、啊。太好了。哎，新来的，帮我倒杯咖啡。哎，新来的，帮我倒杯咖啡。你为啥？滚。爸爸，这个文件做了。听嘛，我不做。行啊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在猜什么会计？连主管都不搭理了。听说你不想工作了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，那我给你安排工作你都不做。工作我做了，到时候功劳算你的，凭什么？凭我爸是大股东啊。关师傅了不起是吧？一川，我们走。好，反正也不缺你们。等一下，姐夫三叔四姨五姑父表哥表姐们，愣着干嘛？我下一家公司了。炸什么？用我们家厕所？怎么不行呢？都是个小区的呀。我刚把马桶洗干净，而且我这个人还有洁癖。洁癖？你袜子都攒实出来跟我说洁癖，你懂吗？我是打算到时候一块洗，这样是能洗衣粉。你就拉倒吧，都发酵了。反正我不管，我今天就站在这个厕所门口，谁要敢进来，我打断他的腿。来，厕所在这边，对，就在这。对，那个你别客气啊，这帮自己家里人都有一个小区的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是楼下那个妹子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喜欢她，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惊喜？我怕惊吓吧，我都没收拾，我头又没洗，还穿个拖鞋。没事的，喜欢你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细节的。好吧，不过你闻到了没有？什么？她身上喷了香水，真的好香。有多香呀？贼香。贼。什么事？嗯。里面没事了。哦。不要走啊。你疯了，大夏天穿那么多啊！我得趁他出来之前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啊。打算告白啊？那不然呢？会不会太早了呀？我又没谈过恋爱，我怎么知道？勇气可嘉。我点了西餐到了。西餐？看来是真的用心了。这个就是你说的西餐？不错吧？我还点了蜡烛呢，是不是很浪漫？这好傻的，看起来浪漫久了。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！那个，我们晚上能不能一起吃个？小梅，回去吃饭了。啊、哦，来了。是。这谁啊？应该是男朋友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谢谢了。好。搞了半天，没想到是有男朋友的呀。啊？你不会哭了吧？放心吧。
怎么办？家里又帮我介绍了个女孩子。你慌什么？这是好事情啊！你敢帮我去参谋参谋呗？哼，你还敢让我去啊？你不怕跟上次一样，女孩误以为是在跟我相亲呢？我不就你一个朋友吗？到时候你坐在那不要瞎搭话不就好了？行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为了让你小子赶快有老婆，我还得给你交代一下。说我都知道，走了。你急什么呀？我这边还有杀手锏呢。妈，你跟我去就知道了。好，走。老辉，聊这么开心啊？看到我交给他的都用上了，这次应该是成功了。是吧？行吗？我刚才表现。行啊，我看你们刚刚聊得挺开心的，我就应该是妥了。一会儿我送他回去，把你也捎上。好啊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哇，怎么刚上你的车就满满？哦，我在医院。这歌都怎么回事？那个，我同意了。啊，我可是、啊，你为什么不坐到前面来呀？还让你妹妹听你表白，喝咖啡的时候还躲在边上偷偷看我们，一点也不爷们。炸！我心情不好时，兄弟的反应。这公司开了不跟我讲？我自己躲房间躲一天了，饭都没吃，有没有把我当兄弟？工作没了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年的房租我包了。还有，女朋友是不是跟你分手了？对啊。这笔钱我们拿去买东西。哦。别人女生不开心的时候可以买买买，我们也可以买买买。他们买包买口红，我们买电脑买休闲。还有，还有啊，过年没人给压岁钱对吧？嗯。我给你，别人没把你放心上，我把你放心上。还有那个破烂，拿过来。我手机。拿过来。以后这里面的消息视频都不要看了。殷心力顶配旧的我们全部扔掉，新的一年我们重新开始。可是我这些不能，你就说话、啊、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你是我兄弟，你开心我就开心，以后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你的钱还是你的钱，你开心就对了。走吧。干嘛？你不一天没吃了吗？我锅里还下着面呢。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换不回。走吧立川。你怎么突然间对我那么好啊？带我来住星级酒店，是不是想坑我？没有啊，暂且信你一次。住酒店看起来挺豪华的呀，那房间一定也差不了哪去啊。嗯，对了，是双人间吗？是啊，而且还是豪华双人间，冰箱里放了好多好吃的，还有厕所还能看电视呢。真的呀，算你小子良心。哼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豪华双人间啊？这明明就是普通的上下铺，这个冰箱还没满月就出来工作了，这什么？可能是点心吧。这个电都没有插，你敢吃吗？我去看看厕所。至少厕所可以看电视是真的。我竟无力反驳。哎，这洗衣机在这边怎么没有插座啊？啊，李三，这里有插座。哦，你帮我搬过去吧。谢了啊。不用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房间多少钱一晚？50。什么？50？你如果真心想请我住酒店的话，为什么不住贵点的呢？我平时对你不错吧？你就这样报答我？可是我全身上下只剩50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又错怪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凶你了啊。没事，我。Later。对了，这馒头哪里来了啊？刚刚我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就发现挂在门把手上，我就拿进来了。现在酒店还提供晚餐啊，可是现在才4点啊。有人敲门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我没有叫客房服务啊。是这样的先生，我刚打扫卫生的时候垃圾带满了，刚好隔壁有一袋吃剩的馒头装不下了。然后我就挂在这里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见了吗？我不仅看见了，我还把它吃了。没有啊，抱歉。不是，你刚刚为什么不问亲友再拿进来呢啊？说话呀！我饿了。什么？我饿了。